哎，媳妇，怎么洗个脸把头发也弄湿了？婆婆，我的发箍不见了。那怎么不买个新的？每次出去都不记得了，一点事的做不好，赶紧洗完给我去诊所。哦。哎，媳妇，走了。好来了。婆婆，筷子你拿了没？ 拿了筷子吧。好。李青，拿来看。嫂子，我跟婆婆到店里整点蒜。小嫂，你拿去给我通知哪里去？那我都几个那个洗鞋去了。那你啊，你看你头发都还白玩了，也不去染一下，看起来你老湿嘴了。现在染头发好贵，药水我也怕不好，我不想去染。那倒也是，哎，我有事了，我不跟你讲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好。嫂子，有空去坐啊。 婆婆，我好像吹风机忘记拔了，你一个人去厕所吧，我先回去一下。做事总是毛毛糙糙的，快去吧。好。给我你最珍贵所有的所有。 老板，哎，你这里最好的染发膏多少钱？168的，来，你看，就这款。这么贵啊？这是最好的了。你诚心要的话，就160给你了。哦，谢谢啊。没事。 你好，你这里做临时工吗？早啊。多少钱一天啊？哦，100块钱半天，很幸福的。我可以的。 阿凡，哎，大娘，怎么了？你这里也别发箍嘛，有的大娘在这边。这多少钱一个？大娘15块钱一个。好，这三个都给我拿去。好，来，大娘。老板，帮我备3袋5斤的米。好。 三袋装好了，老板，这是米钱。好，慢走啊。啊。45块。好，来45块。哇，这么有。 老板，你安排我的工作我都做完了。好的，那这是你的工资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 怎么突然间下这么大的雨？哎，媳妇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婆婆，我去帮你买染发膏了。你要帮我染头发？是啊，染着看着年轻一些。你去换衣服吧。好。
才能那一份寻常温柔，只是寻常岁月时。婆婆怎么样，养不养？风花雪月时，爱你的每个秋日都像转化回去。好，婆婆可以了，那我煮饭去。你这也不方便，你坐着吧，我去煮。太温柔容易骗子，爱人去爱人。灯光昏黄，婆婆吃饭啦，来啦。哇，婆婆你这头发黑了，真的一下子看上去年轻了十岁。哎，媳妇，是你染的好。婆婆，那你的头发以后都我给你染。好。哎，媳妇，这三个发箍你拿去用。婆婆，这么冷的天你还去帮我买发箍啦？是啊，你总是忘记买，这样以后洗脸就不会弄湿头发了。婆婆，谢谢你。还有，哎，媳妇，以后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要在意，只要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。好，知道了，快吃饭吧。只是寻常岁月时，失血余生的样子，太温柔容易偏执。